个星期也是圣昌主日，让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，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，重新领受神的恩典吧。哎呀，不要做好了，走，我们去 holiday。holiday 啊 ，holiday 啊 ，OK 啦，走。成年团契和妇女会在10月20日举办了瓜拉牛拉一日游。一个人只需80 AD。嘉文，我听说哈，那个瓜拉牛拉里面啊，有。螃蟹养殖场呢？螃蟹，而且如果我们去那边的话，他们还会介绍怎样做那个麻辣酱啊，那个麻辣酱怎么辣那个麻辣酱哎。哦，嗯呐嗯呐，如果夫妻一起去哦，还能增进感情哎。有兴趣者可向美英姐、金玉姐及春英姐报名哦。本堂委派的张伟成学生将于10月20日星期六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毕业。让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和欢声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。想要参加观礼可向香花姐妹报名。幼儿园招生即日起，本幼儿园开始招收2013年的学生，凡2007年至2010年出生的孩子可报名，详情可到幼儿园询问。我要从各国收取你们回来，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我要赐你一颗星星，将心灵放在里面，我要亲自牧养看顾你。今天下午5点在陆家市有教会诗班练习，让我们以歌声来高举神的名，
诗班也是一种敬拜，让我们和天使天君一同颂赞神的名。人不能在神，凡事都能，知道没有？那 OK， 靠着上帝吗？不要靠自己，知道没有？嗯，哥，各位 PM2 考生加油喽 ！Support！ PM2 学生请注意哦，今晚接下你崇拜后，请你们留下来，廖克明牧师将为你们祝福祷告，记得留下来哦，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。到哦，今天报告就到此为止了，谢谢你们收看 PMC News， 我是林涵诗，我是李嘉文，夜神祝福大家。